小爱同学，快来看看我们新买的鞋子好不好看？给我买吧，你看看呀。咋是男款呀？是我给杨买的篮球鞋。你的侄儿是亲生的是吧？我就是捡来的。我之前跟你说我要买跑鞋，你又不放在心上。哎呦呦呦，姐姐吃醋了，绝交吧。等着啊，这个是你的。再你看你这个跑鞋是呼吸网面的，你看这个鞋底弹性也很好，你平时跑步穿日常穿它都可以的。嗯，这个会搞吧？会啊，我这么臭美。试一下新鞋鞋，刘小爱现在穿36码了，脚终于长点了。不错。洋洋这个是35码的，洋洋喜欢打篮球又好动，所以给他选了这种减震又防滑的鞋底，还怪百搭的。大小合适吧？合适，它弹性好大呀。嗯，跑步跑得快。对。我给洋洋打了电话，让他看看他的新鞋子啊。他肯定喜欢。对，嗨，靓仔，来不来我们家玩？不玩，我现在在公园玩。你看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新鞋子。我马上就来你家。哇，这变脸这么快啊！等着你啊！你刚才说啥？你给洋洋买的新鞋子啊？啊？你靠！我给洋洋买东西你还吃醋，你现在还跑来邀功了？那你买了你就把那个鞋子钱给我一下。哎，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我不是不让你给他买，是你要买就要买公平一点。哼。知道我为啥不要二胎吧？因为我做不到100%公平。那你就别生，省得麻烦。刘小爱就不让我要老二，就是因为这，他觉得偏心。我都还没生呢，偏心。嘿嘿，跑得怪快。姐姐说她给你买的，姐姐要出钱哦。没有，你帮我报销。你相信是姐姐买的吧？相信，不相信。不相信姐姐能这么大方？不相信，相信点。哎，大小可以，稍大一点点可以。喜欢，喜欢，嗯，怪酷的是吧？嗯，还很轻。你一下把吊牌都摘了、嗯、啊？摘了就是你的啦。来来来，拿过来，刘小爱。